都知道这是夜生活的聚集地。不过我们今天要带你来看看，您知道台中的夜店现在又是怎么样的风貌，又流行什么吗？其实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到了台中发觉，哎，台中的夜店相当特别哦。除了可以在充满了外国朋友的运动酒吧里头品尝着异国风味的这个下酒小菜，还有您不用到百老汇也能观赏到俄罗斯女郎性感惹火的舞蹈秀，声光效果十足哦，赶快来瞧瞧。国风哦，让你不用坐飞机，出国也可以感受到异国的情调。那现在我们来到是这一家在台中非常非常夯的西班牙小酒馆，现在晚上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赶快跟老板打一个招呼吧。Hello， Lulu， How are you？ Hello。小酒馆，老外来到咱们台中，最精彩的夜生活可全都在这。晚间十点，越夜越嗨。另外还有老板鲁鲁寄出的西班牙式下酒好菜，你看看，每一样都是没看过、没吃过的美食。话不多说，赶紧替观众朋友尝尝鲜喽！那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露露，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 cheese， 有点像是 pizza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露露 ，what's this？ So this is a tortilla, tortilla española. It's made with eggs and potatoes and onion. It's a kind of a Spanish omelette. You can try it. 好香哦！有 egg 的味道。西班牙蛋卷，还有道地吃法搭配上面包的西班牙帕马火腿，以及又咸又辣的橄榄，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逍遥小组最推荐的西班牙大肉丸。这个丸 ，This one is albondigas. It's a meat meatball in the tomato sauce. 哦，有很多番茄的味道。So you use the bread as well, and you can try to. 好，试试看。满满的肉。Delicious， 好吃，啊，很开胃，而且咸咸的、酸酸的 ，It's good。以运动为主题的运动酒吧，在这里看运动比赛，可是有着超大荧幕的享受。另外，二楼的游戏间更是这群老外朋友的最爱。我们是黑队这一组，接下来跟白队来。晚间十一点钟，正宗的台中夜生活才正要开始。